开着帮客人刚修好的车试车上路。店长黄彦成在桃园这家 Best Drive 专营店工作整整九年，每天至少十几台车由他经手维修保养。最开心的其实不是修车，其实是一个突破啊。老板永远就是说他会支持你，没关系，你就放手去做。老板的信任让他更有热忱面对每一辆车，每位客人的挑战。店长口中40岁的古负责人，已经有25年的经验，白手起家，训练技师班底，加入桃园 Best Drive 专营店，更是忙进忙出到没时间停下脚步面对镜头。每天店里不间断的车来来去去，随时保持挤满状态。而不少台北人特地到桃园 Best Drive 专营店修车，他把他的车都保持在最佳的状态。我们的车不是放在那边，就是说不去开它，它是随时要用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不用检查。店长说，喜欢把车子保持在最佳状态的车主其实不在少数。每个月保养换零件，就是基于信任德国马牌轮胎品质，也让这家桃园德国马牌轮胎 Best Drive 专营店成为总公司里业绩数一数二的金店面。不管国产车或进口车，巨星轮胎绝对是你第一选择。